谢谢你莅临现场。
哇，西瓜一定要甜的啦，西瓜甜不甜？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徐议员请个步，来来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徐议员跟我们勉励几句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尽量不要浪费时间哈，在我们退场结束要讲完。今天是属于啊大家的日子啊，我们幼儿园的叶园长真的是。可以说是桃园市的幼儿园里面第一名的园长啊！大家给我们的园长以及所有的我们的教职员一个掌声好不好？真的是我们看过啊，属于六星级啊的幼儿园啊，这个安排规划的一个节目，所以非常难得啊，进来哦，如果没有买门票啊，算是赚到就对了哈！祝福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，祝福大家健康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议员的勉励，感谢您，谢谢尤林真豪，谢谢。